健身房。我们以前来不是有这一层吗？我跟啊，以前是同一层。现在就是有这个很可爱的这种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为什么现在都是那种梦幻的、啊、梦幻的球？不要吃你为什么不去健身房？因为健身房只有哑铃跟跑步机，嗯，就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黑人在那边在做塔帕塔。你也是黑人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们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牛牛快出来了。去捡回去。娜娜不可以吃，看到球就要吃。这个球就是粉红。这个区域，我们这个区域是粉红泡泡哦、嗯，真的超可爱的。那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好啊，那去另外区要戴口罩哦。好，对，好。另外区是 X Pass。哦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哇，这小厨房也太好玩了吧！中午暴力。哦，不可以咬他。阿哥你在玩什么？很多玩具的，对不对？那今天都没有人，就让他们自己慢慢在这边玩就好。米奇，我们家就有米奇、米妮，我们家都有了。他是布偶人。哎呀，提到。他是布偶？对啊，手放进去啊。有没有？这样才对嘛。对啊。他是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奇。哦哟哦哦哦！别那么暴力！哦，不可以咬！你是主角！哦，不可以咬了！不可以咬玩具，娜娜。你是主角。No no。所以只有我可以。哦，咦，你让我记到，咦。米奇讲话不是这个声音啊，米奇，大家好。不是是，那个。我是米奇。我是米奇。嗯，我也不会。来，奶奶不要去挑水果吃。哎，我发现米米不是。好不好？青椒，这是青椒。青椒，还是青椒。玉米，玉米，不要吃青椒，这不是瓶。玉米，玉米，对。哦。好不好？哦，洋葱，洋葱。洋葱，你最爱的娜娜，娜娜，香蕉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吃这个青椒？玩具都要拿起来吃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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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的裤子好可爱，这是那个 Yuna 穿的，是冲浪裤 ，S bus 可以吗？它有三个游戏，每次只能玩20分钟。哦，那你要跳时段预约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只到6点，所以他就没办法玩。划算，因为现在已经48，已经50几分。哦，你就预约了，等一下。我就预约8点半、9点，就是三个游戏都可以玩。哇，好聪明哦！我们等一下就是可以直接去吃饭，没问题。然后就是就回来玩，给小朋友玩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也休息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好想睡觉。开车的是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困，就是但他这其实就让小朋友可以玩一下这样。这好像那个举重的哑铃啊。我们不是家里有吗？不是，手可以伸进去。Yuna 好像那个、哦。他手可以伸进去。Yuna 好像什么？穿运。他很适合去健身房啊。他裤子很好看呢，你不觉得吗？哎、欸，这其实是有。我知道，就是他的防寒裤啊。那我觉得很适合，这颜色超适合，就是当一般的外出裤。他蛮可爱的。嗯，而且这种裤子不会热。为什么？它是这种就是算水母衣那种防晒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薄，然后又贴，它其实就很像韵律裤这样子，嗯。好啦，我们就是差不多8点半上来。
OK。撞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预约的时间了。你翻车了哎、欸。再来就是他们这个就是每一台游戏可以20分钟，对不对？玩20分钟预约，对，要先预约制。今晚好像只有我们预约，这人很少啊，就是已经是现在已经是平日了。对啊。云南弄弄，云南不可以吃。番茄酱，没有，但是买玉米。我还是买玉米酱。哦？没有按。哦？啊！云南，云南，你看妈妈。妈妈，你好了，你换了裤子，你哥哥换哥哥了。7分钟。你会玩这个吗？会啊，那就是把这些连好，我已经把一些连好了。不是，是分类吧？不对，他们像这个，你看，嗯，他们要真的只几个数字的那些。哦。一的，他而且他们还有纸贴哦，还有纸贴这个，而且这个，嗯。宝宝在玩赛前指数。好啊，你知道弄啊什么吗？插进去。是吗？是插进去吗？它很像雪花片。对。24。你这样一直吃。24分钟的。24秒。真假的？哦，你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吧？对啊，我就是第一次玩这个。好玩吗？有，那这台就是一直开啊。有比有哦，没有那个。对，然后就是手摇、玩甩尾啊什么的。我是超级。你家可以跟那个。阿姨玩那个体感的，就是另外那个才可以两个人玩。对啊，等一下玩一下体感。好啦，体感的那个 Switch， 你们在干嘛？我们俩在散步。你们在散步？怎样？它可以人脸。人脸。有没有看？哦，阿姨撞墙了吗？有没有？阿姨不要走掉啊！走掉，阿姨撞墙开始来不及。这是干嘛？这要干嘛？是忍住啊！Oh player， 怎么了？哦，阿佑，好可以哦！不要动！他辨识你的脸哦。嘟嘟嘟嘟，摆动姿势。我都要摆姿势，要怎样？要怎样摆姿势？摆他的姿势。摆他的姿势，阿佑，你要摆他的姿势。对对对。哎呦，爸爸赢了吗？你口罩给妈妈。要摆姿势，你刚刚要摆姿势。好，一二三，要摆了。来，准备了。好，阿 U 哟。啊，张金亚。再来。好，再来。有哎。摸它，你挡住了。哦，你刚挡住。好，我挡住阿 U 了 ，sorry。哎，这体感蛮好玩，所以有一个人要翻过来吗？没有，他只有一个，你要坐站起来，可以感应到你阿 U， 那就没有你了。对。然后有人在这里跑，室内。已经有9个。哎，加油！惊喜玩具。要做什么动作？要做什么动作？跟着做。捡东西，捡东西撞头，哎呦，你要跟他撞，撞头，头底下滑，